大家好，我是陆瑶，今天用莲藕来做一道美食。莲藕去皮，把它切成小丁。我们把莲藕放进开水里面，焯水一分钟。焯好水，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。碗里放小半勺盐，一小勺生抽，小半勺老抽，两勺香醋，两勺白糖，一小勺生粉，一小碗清水，把搅拌均匀调成料汁备用。炒锅里热油，下葱白，小火把它炒香，再把莲藕加进来，翻炒片刻。把调好的料汁倒进来，继续翻炒，让莲藕均匀的裹上糖醋汁，撒点熟白芝麻，再撒点葱花就可以出锅了。一道爽脆可口的糖醋藕丁就完成了，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。